本身就是阳江本地人嘛，然后自从就有了这个开渔节，有了这个渔家大宴之后，基本上我每一年都有参与。一个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种疍家的这种文化要值得去宣传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闸坡这里就越来越漂亮了，也能够就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啊，一些朋友啊，可以过来就感受一下阳江这种文化咯。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受到我感染吧，我经常说开渔节很热闹，然后他们慢慢然后从第一年可能就几个人跟着我来，然后后来来到今年加起来一共有60多个人，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过来感受。那我觉得就我自己身体力行这样去宣传，我其实是比较感到骄傲，也比较感到自豪。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点，就是希望我们的阳江闸坡这种文化，这种开渔节能够宣传出省，去到全国，甚至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可以过来感受一下疍家的文化。是第一次过来，今天早上专门从广州过来，我觉得很热闹，乡土气息很浓啊，然后就是很有喜庆的感觉，我觉得我们很有口福啊，可以过来这边，然后品尝一下这里的开渔宴，有这么多人，很有人气啊。就是好像过年一样，就是这种气氛像过年一样。希望开渔节，我们的渔民丰收，那个大家都满载而归平平安安。